蓝绿白桃园市长参选人周末行程不间断，张善政、赖香伶还巧遇手牵手跳原住民舞蹈。另一头，林志坚也出席父亲节活动，不过看他眉头深锁回复手机讯息，恐怕因为30号最新公布的论文证据被点出3点质疑。论文封面林志坚名字底下英文姓氏不见令，而是旺。但竞选发言人黄伟军30号晚上也抛出论文模板，证明只是还没改过来。他这个是台大硕士论文的这个范本，这是一个公版啊，就是有一个WANG 旺的这个部分。翻开论文第二页，研究起源底下红色刮胡，请志坚自我发挥一下，也被怀疑是剑指要别人来代劳。其实是在1月30号，我先到研究室和老师就第一版的研究设计的草稿，他指导修正之后回传给我的信件，那里面他就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，请我还要再做一些申论，就是说再做一些发挥哦。国民党议员王宏威发现论文档案是2022年7月20号建立，怀疑证据被动过手脚。交论文的时间会有电子档、Word 档，那他们公开的时候采取 PDF 档，那 PDF 档是今年7月才上档，所以会有一个时间差。我鼓励他们到台大的这个审查会去把事情讲清楚。论文门延烧，林志坚提供证据，转手为攻，亲自灭火，捍卫清白。三新闻实名起来自桃园采访报道。